透风落雨，搁兼雷公信啊！但是呢，我嘛是做生意，要为台南坐车来去台东，甲我的读者签册啦。真欢喜，现场主动来了台东县的副县长张基义，伊是我咧读建筑博士时阵的老师。这个天才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啊！他永远有用不完的体力跟好奇心啊！那身份很多元啊，畅销的作家啊，非常知名的演讲者。他总是从最细微的角度去看台湾，那渔夫他的笔下的各种故事很多，那很讶异的是5年前他离开了北部到台南去，那也真的台南这几年不管是劳务心力啦，这整个城市有很大的改变，就是在生活面上。那我也是3年前回到台东了，那我想全台湾都一样，希望可以从很多的小事情找出很多的感动那透过语录的书跟演讲，我相信大家会收获满满。那今天我当作为一个幸福的听讲者一起来参与语录的演讲谢谢语录。虽然现场来的人并无多，但是我嘛是真认真讲要几点钟的，也是爱甲咱所有的读者表示感恩